首先，造口袋的样式区别分为一件式和二件式，它们各有优势。一件式轻巧便捷，无需组装；二件式含卡扣部分，可拆卸清洁代替。再来看开口方式，分为两种：开口袋和闭口袋。开口袋就是在袋体下方预留开口，往往搭配了造口夹、魔术贴或者铝条封口使用，方便清洁脏污。闭口袋多为一次性使用，无开口处渗漏烦恼，多为幼龄儿童人群使用。最后是凹凸底盘的区别，有平面款和凹凸款。平面款为常规使用较多型号，凹凸款适用于造口周围皮肤松弛、褶皱或脂肪层较多的人群，能更好地贴合造口。首先，造口。